怎么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？完了，人都完了，我完了，高中完了，空中花园也完了，我爸也完了，人都完了，我爸也完了。你醒醒，有劲好不好？ 爸也完了，我爸没完。我爸现在肯定觉着，这小子不是不想继承家族产业吗？不是非得想着自己单干吗？那现在失败了，他应该觉得我活该。 他肯定高兴死了，是不是？啊！其实，在事发的第一时间，高博就打电话过来了，他不敢打给你，他怕给你压力。但是他跟我说，投资方他可以帮你解决，但是这个项目只要你还愿意研究下去，他就一样会支持你。不可能，是他的原话。 所以我一直都很奇怪，你为什么总是觉得他冷漠，觉得他无情？但是他其实非常非常在意你。以前他叫你无辜，你不听。但是现在他想开了，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情，他都愿意支持你。也曾想过。 要放弃脚下的路，这条路上风雨常常会滚滚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跟你说这些的。我想家了，我想回家了。 想想你跟高木回国后一帆风顺的生活，你应该满足才对呀、啊。